贵州习水县人社局采用统一包车运送到岗的点对点形式，组织284名务工人员共8部车，于今天下午4:11抵达晋江市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美琪城的广场上，那么接收单位有7牌服装、环球鞋业、新泰、盼盼等企业。人事局东直到没有？他只有像酒厂的话都需要大学生，然后我们那个户外劳动力都往这个地方走，就是多少万人您刚才说我们县78万人，78万人，所以就是说人口大县哈。那之前是福建省的人社局联系你们，福建省的那个晋江市的人社局给我们，晋江市的人社局，对接之后，然后说对接，因为他之前到过我们县，交流，所以他之前说了之后嘛，因为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嘛，有的农民工他返程回不去，我们也想借此机会，和那个这边人事局对接之后嘛，我们政府免费，像那个体检费啊，住的一晚宾馆呐、那个生活都是我们全免费，就是他们来之前的这些，对，体检、啊、住宿，包括生活，那贫困户的话，我们这里分贫困户的车费全免，然后非贫困户的话，就不免车费，但是按市场价不会高于市场价的车费，就是我们总共送了309个，还小�孩的话有16个，小孩是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过来的是吗？他们卖出去企业才会有公司需求的呀，真的，不能直接做不到。如果做回这边可以推动我们走，反正也挣钱。因为好像中山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中山的二十一号，我们普通人都明天该去。21号周六，我就只有回去二十一号，而且休三半天。
是他们是车上陪同的医护人员。我们按照县委政府的安排的话，每个车配一个医生。每个车配一个医生。他一个是本身我们做好体检的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全程做好这个医疗保障。二一个的话，我们也做好了一个就业保障，就是只要你愿意来的，都对你企业之后不会让你没有工作。不会让你。但是他们是预先就是说安排单位，还是说来了之后再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。但是反正不会让他们来了没有工作就是了。嗯。现在我去一块下来呗。我们的人呢？还是全部到那边看，看他喜欢当了吗？在能达到16000到17000左右，这个是实发的工资，这个你可以后期如果说有异常可以实际上问得到的工资，知道是有没有涉及到的，对，去我们公司看。贵州也很多，我们贵州，我们公司贵州、云南的，还有重庆的比较多一些。我们有食堂，然后的话也有宿舍，宿舍的话，像如果说一次复习的话，我们会提供复习房。然后员工的话，普通员工就是也有标准的，宿舍里面的环境也会比较好，有空调，然后那些基本上有家具啊，常用的那种。还是比较方便，还是比较便利的。因为我们厂是，而且我们现在是从，我们的新厂的环境也是比较好。夏天的话，我们设备里面也是有空调那一些，整体的一个办公环境会比较好。啊，我们这里我们有我们就是对那个上衣有要求，然后有帽子，然后。那个在一起过来的。那到这边感受怎么样？熟了，没有，人生地不熟。那对工作有什么期待吗？就是希望找个什么样的工作？大概满意的就好了。什么叫满意的呢？还要观察。行吧。达到这边统一职中，不要跟企业过去，也不要跟外面人出去。如果出去的话，出的是我们不负责任，听懂了没有？好，就这样了。4:50，在这边集中。好，4:50哦。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？我叫曾青青，来自贵州省。遵义市石碣县。您是老员工返回晋江是吗？是的，我在信泰集团。信泰集团是做什么呢？纺车，做纺织的。那在老家也待了挺长一段时间，回来什么感觉？反正在家里面待着就是好烦啊，因为在家里面没事做，然后在这里又不能回来在这里时间待得太久了，在家里面。那回来现在是不是挺开心的？反正就是比较开心，有一点激动吧。有点激动是吗？是的，因为可以回来了，因为在家里面也没事做，然后待着也很无聊。那这次就是怎么这个能不能聊一下这个人社局给你们的这个安排？比如说之前呢，有没有帮你们做一些体检啦，或者帮你们安排一些？他有帮我们，就是我们那边政府他们有帮我们，就是带我们去医院体检，然后政府有派车专门送我们过来。派车送你们过来，就直接是在那个习水县直接车过来是吗？路程多久？会不会辛苦？有一天一夜吧。一天一夜。对，因为晚上不能开车嘛，然后我们就在服务区休息了一晚上。然后到早上凌晨又开始走。对，一天一夜。那在这个县里面，你是怎么知道说哎可以有这个？是他们人社局通知你，还是怎么样？是我们当地政府通知我们。当地政府通知。对，因为他让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去报名，然后政府说如果有车的话就可以送我们来，能走的话。好，行。那么现在第一辆大巴已经缓缓地向我们驶来，这是第一辆大巴。
不是，不是，哦，这个不是。激动半天，紧张了一下。